社会上也要对这些个患有新冠的人不能歧视，是吧？不能歧视，他们就是非常不幸得了病了，我们大家应该关爱他，绝对不应该再歧视他，是吧？去关照他。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些个患者呢，然后是早期的康复，自我康复，综合的康复，让自己恢复得更好，近日尽早呢全面的康复，回归社会，回归正常的生活。